坑奶奶当金价雄厚，医师也有这种迷思。我自己是香皂狂，香皂控，天然这两个字对我来讲还真的很有吸引力。看到什么天然香皂啊，我都去买。这个是洗身体，说可以保湿，那我就觉得有点洗不干净。这个是萝卜干口味吗？手工皂呢，跟药皂呢，有可能会诱发皮肤变干、起红疹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